会非常了解哈、哦。我想现场如果有不了解我们郝一博先生的呢，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大荧幕有播出他的节目。那我想，其实大家都知道了，郝一博先生的《老外看中国》呢，在 YouTube 上面的点击量已经超过有11万人次。那这个在 YouTube 上面的点击。